好啦，大家好啊！欢迎你又嚟到呢个协恩嘅 Bang Bang Channel 啦。嗱，今日我为大家讲解嘅就系一条啦 HKCEE 1991年嘅 Paper 2第五条嘅 MC 啦。好啦，事不宜迟啦，先望一望呢条题目先啦。呢个分数都几大嚿，几怪兽，我俗称叫做怪兽分数啦。先睇一睇个分子先啊。佢就话一 over x 三次，再加一 over y 三次。好啦，主分数先啦，就 over 呢个分母啦，就一over x 再加一 over y 究竟等于几多呢？好啦，咁啊事不宜迟啦，先攞张单行字出嚟先啦。如果你俾我做呢条题目咧，我自己就会联想起咧呢两条嘅 identity。系啦，仲记唔记得啊？有冇印象见过呢两条啊？咁其实咧呢两条嘅 identity 咧，摆翻好个位先啦。系啦，就分别就会系 a 三次加 b 三次。仲有就是 A 三次減 B 三次會等於乜乜乜乜，詳細自己睇啦。喺呢一度咧，等一陣間咧，講真，不如我先抄佢題目先啦。佢而家就問你啊嘛，係嘛？就係、我寫低少少啦。Sorry 啊，係啦，就係一 over x 啦。嘅三次啦。再加一 over y 嘅三次啦，好啦，主分數先啦，就係呢度啦，就 over 翻一 over x， 哇核突，好啦，再加一 over y 啦，好啦，會等於乜嘢？咁如果你俾我做咧，我自己啊，係啦。我就會咁樣睇呢個分子同分母嘅。個分子咧，我就會睇成為一 over x 成嚿嘢嘅三次。好啦，就再加一 over y 成嚿嘢嘅三次。係啦，好啦，主分數先，我繼續畫啦，就係呢條。哇，好核突！係啦，主分數先喺呢度啦。我繼續畫開去啦，好啦，呢一個就係一 over x 啦，就再加一 over y 啦。好啦，而事實上啊，如果咁嘅情況嘅話咧，見唔見到上面分子啦？咁我哋就可以用第幾條嘅 identity 咧？而家上面紅色嗰兩條，應該你都會認到啦。個 a 就係一 over x 係嘛？而個 b 就係一 over y， 中間係加，咁當然就係呢一條啦，係嘛？見唔見到？係咪呢條？係啦，咁所以喺呢個位啦，你會發現咧個分子，我繼續再寫落去嘅時候咧，呢、這個就係 a 加 b， 即係一 over x 加一 over y。係啦，就係呢個啦，一 over x 加一 over y， 再乘以乜嘢咧？或者我用中括弧會好啲啦，係嘛？好啦，裏邊就係一 over x 成嚿嘢二次啦，再減 ab 嘅意思即係一 over x 乘一 over y 啦，都係核突啦，寫好啲。一 over y 啦，好啦，再加就係個 b， 個 b 當然就係一 over y 成嚿嘢二次啦。好啦，而下邊主分數先我照寫，咁當然喺呢度啦，呢嚿嘢繼續我會寫成為一 over x 啦，再加一 over y。其實呢，如果方便你睇啦，我俾多個括弧去括實呢嚿嘢啦，係嘛？其實你會發現咧，呢嚿嘢一 over x 加一 over y 咧，喺個分子嗰度都有嘅。咁所以我就不如咧，就將佢呢兩嚿嘢啦，用個綠色嘅 cancel 佢咯，好唔好啊？就成嚿 cancel 佢。所以其實綠色不 cancel 咗佢之後咧，這個答案就會剩翻乜嘢呢？就會等於上面個分子啦，就係、是、一 over x 成嚿嘢二次，即係咩啊？即係一 over x 嘅二次啦，第一嚿嘢係嘛？五個括弧啊嘛，嗱再減乜嘢啊？就係兩嚿嘢相乘啦，就係、是、一 over x 乘一 over y， 即係分子同分子乘啦，就係、是、一
係咪一乘一啊嘛？而下邊分母同分母乘啦，即係 x 乘 y。好，拆翻少少先。好啦，跟住再加第三嚿嘢，當然就係一 over y 嘅二次，梗係一 over y 嘅二次啦。咁理論上咧，終極答案就會係呢個噶咯噃。咁不如咁啦，我哋一齊睇下有冇呢個答案啦，好冇啊？咁啊，一齊都揾一揾啦。嗱，我揭翻俾你揾啦。嗱，咁啊，我正式都見到佢啦。正確答案應該似係二啦，係咪？嗱，好啦，咁啊 ，check 睇下大家今日有冇啲咩問題啦。嗱，有問題就出聲咯。嗱，如果冇嘅話咧，我哋今日就嚟到呢度啦。OK， 好，咁多謝大家今日嘅收睇啦，希望下次有緣嘅話，我哋再見啦，拜拜。